在直播间第一次看到你，我就心动了。妈妈曾经跟我说，真爱来了就要赶快带回家，真爱是无敌的，这是一个爱情的真理。只要一个人的心中有爱，啥子事都是不可战胜的。怕只怕不敢去爱，一旦你勇敢地去爱下去，就没有什么事不可能完成的。爱就需要勇气，也需要表白，这就是爱的真理。你敢爱吗？敢爱的话就跟我走。你敢走吗？敢走的话就把手给我。你敢交心吗？敢的话就把心交给我，我会用生命去保护它。当我们都不是在那么年轻的时候，才发现原来我们的心还是相通的。当年我们缺的只是一次表白的机会，从此变成了现在残废的表白。我喜欢你，我要和你耍朋友，要不要得嘛？我还要带你去见我的妈妈，你说哪个办嘛？要不要得嘛？